要去今天活动的最后一站海滩。面对南国美丽的沙滩和大海，冰球小将们抓紧时间享受着难得的放松时刻吧。孩子们，咱们现在来到了海边，这个算我们团建放松的最后一个环节了。我们现在就放松自己的心情跟身体，尽情的玩耍。那我们现在要分组搭建帐篷，为晚上在沙滩上面露营做准备。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住帐篷，但从来没住过。这次搭帐篷对孩子们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。每一组拿一个帐篷走去搭帐篷。耶，我们有千玺哥哥。耶，千玺哥哥，这个咋弄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妈呀！哎呦哎呦，我从来没搭过帐篷，我不会。有没有说明书啊？怎么搭呀？哎呀，这怎么搭呀？千玺哥，怎么搭？上面有解说吧，我看一眼啊。杨鹏，我从这儿穿过去，你在那边接一下，把那撑直。把裤子这儿，来，可以了。OK， 那边一点。OK， 帮我抓住，别让他倒，抓这个。在小朋友的召唤下，千玺依次帮大家搭好了帐篷。孩子们，然后我们进行晚上的篝火晚会的。随着夜晚的降临，小伙伴们将进行一场特别的篝火文艺晚会。这场篝火晚会的演员和观众都是大兵小将的小队员们。孩子们，赶紧准备起来吧。你对我多重要，就像你根比我知道。潘思言不会跳，不会唱，这怎么办？我可以换个动作吗？我们一起学猫叫，这样不是好笑点更好吗？哎，这样，我们一起学猫叫。哇，天哪，这简直是天大的问题啊！潘思言，你要练不好，我把你们开除，就变成从四大天王就变成三大天王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哎呀妈呀，脑瓜疼，脑瓜疼，脑瓜疼！哎呀妈呀，脑瓜疼，脑瓜疼，脑瓜疼！转一圈啊。我腰疼，你舍着我腰了。你说啊，我跟他无语掉了。你过来，大哥。妈呀，太难学了，差点没给我气死。铁锅子会这个动作。接下来，让我有请主持人李安逸赵姐。鼓掌！赵姐要是不化妆的时候，有我帅吗？没
那就对了。尊敬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大兵小将篝火文艺晚会的现场。我是主持人赵简，我是主持人李安逸。首先有请金牌经理人易烊千玺先生张为晚会致辞。下场。今天晚上大家就静静的玩，多看看我们的孩子多才多艺的表演节目，就尽情的享受今晚。哇！然后今天晚上就开开心心的，展示你们的才艺吧。能唱的唱，能跳的跳，今天就把大家所有的才艺都展现出来，然后我跟千玺哥我们很期待。下面请欣赏开场节目《学猫叫》，表演者潘思妍、王子、李晨妍、董子雷。鼓掌，冷静啊！我还鼓掌呢。妍妍，为什么我忘了？啊，我忘了。我可以不唱吗？你可以不跳，但是你要跟着唱。哎，李晨妍用不着。潘思妍好帅。请讲。跳啊！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还有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，你脸上你的花笑。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我要成为颜色的鸟，闻你身上的味道，想要变成你的猫，赖在你怀里睡着，每天都看见着你的好。潘思妍，你咋不会呀？哎，这玩意儿潘思妍，不是完了吗？潘姐，赶紧上啊！接下来，请欣赏歌曲《卡路里》。卡路里，表演者片秋然、孙思问。哇！卡路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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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路里。Who let the dogs out？ 你的那个钱，我跟铁罐真的绝了。开始吧，开始吧。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，每次都吃一粒米，都要说声对不起。母鸡母鸡看看我，我的锁骨在哪里？我的锁骨在哪里？美丽又要美丽，我要变成万人迷，我要变成万人迷，卡里卡路里卡，卡里卡路里卡，卡里卡路里卡路卡，卡里卡路里卡，卡里卡路里的天敌，燃烧我的卡路里，我要变成万人迷。哎呦我天！加油加油！哇！街舞是吧？加油，王颖哥！Thank you.
哇塞，好厉害！接下来，请欣赏诗朗读表演者董阳。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上的高僧，那就当山谷里的小树吧，但要当溪边最好的小树。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，那就当一丛小灌木。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小灌木，那就当一片小草地。如果你不能是一只香樟，那就当为小鲈鱼，但要当湖里最活泼的小鲈鱼。我们不能全是船长，必须有人也是水手。这里有许多事让我们去做，有大事，有小事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身旁的事。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，那就当一条小路；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，那就当一颗星星。下面请欣赏武术表演，表演者大头。我先给自己打个气。下面请欣赏武术表演，表演者大头。我先给自己打个气。每一位小朋友小时候的照片，然后我们现在办一个心愿大会，让感冒灵祝你们的心愿都显灵。我们把每位小朋友的照片拿出来，我们猜一猜他的这位到底是谁。小朋友猜一下这个是谁。我你潘四爷，潘四爷，潘四爷，潘四爷。这个是李成岩小时候，啊，我还是我。我小耳朵，小耳朵，我小耳朵，小耳朵，潘四爷同学，潘四爷同学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现在微博的关注度很高啊，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？很开心的心情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王子，那你平时，为什么跟李成岩互动那么密切呀？太可爱呀。哦，因为他可爱，所以你就喜欢跟李成岩互动，对吗？啊，对。赵姐，开始。
了。欢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停，总是如此短停。短暂的什么？它念短停的什么什么？太好玩了！它不知不觉就到了此次晚会的尾声，接下来请欣赏本次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，演唱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有请表演者赵姐，有请表演者连毅，再有请助演嘉宾易烊千玺先生和刘芸女士。好，易烊千玺唱歌最好听了。呀，来。低头，流着汗水，默默辛苦的工作。你是不是像我，就算受了冷漠，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？你是不是像我，每天忙着追求？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。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？我跟倩琪哥哥带你们团建，你们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那我们要不要在最后的时刻放些烟花庆祝一下？要。这么开心的时刻，不如我们拍张照片吧，把这么美好的时刻记录下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帅帅的。哎，这么晚了，拍照还很清晰耶。我觉得这次团建的整个氛围，然后孩子们玩的这次体验，我觉得非常难得。今天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天，很充实很圆满的一个状态下度过的。之前看大兵小将的节目，看见孩子们都是在冰球场上啊，特别满意自己的这个团建大使的这个身份。篝火文艺晚会在一片欢歌笑语和叽叽喳喳的吵闹中结束，一场场精彩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惊人的力量，一阵阵欢笑玩乐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团结亲密的心，一朵朵盛开在天空的花为一天美好的团建活动画上句号。我之后还想跟大家一起玩一下的。我觉得这次篝火晚会特别有记忆，真的是太好了，小孩真的是这个水上天使。